me now.油面筋塞糯米。 照烧脆骨丸。 巧克力千层。
新品，这个是豆乳蛋糕盒子，这个是黑芝麻豆乳，这个是芝士熏鸡吐司，超级大的一个。当想你成为习惯，一个人说着晚安，失了魂斗了气熏鸡吐司，橄榄鸡肉，上面的芝士好好吃。黑芝麻豆乳，黑芝麻的豆乳盒子，哇，太厚实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吃千层还有法棍泡芙。
怎么样？